Hello， 我是莹莹，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家乡的特色美食小吃——豆面条。哇塞，绿可园我都闻到了。大妈，这是你自己擀的吗？就是，绿豆豆面哈，最爱吃的豆面条，关键是这还是自己擀的。你只能是用豆面擀的吗？豆面、好面。最重要的是还有干菜，超级喜欢这个干菜的，这个味儿太好了。这老婆饿了，一直眼巴巴的瞅着。哇，好稠，就喜欢这种粘稠粘稠的。这是我的吗？但是这个碗太大了，我喜欢用小碗，然后吃三碗。这叶子 多，这种吃着不爽，我要用这种碗吃三碗。这叶子吃饱了，一下吃饱不爽，这样说。当当当当，精华，香油，啊，没有了，这个绝对是点睛之笔。我都是可好养活，一点不挑食。大妈，这个是干菜还是芝麻叶？哦，有点苦苦的，是芝麻叶。干菜不苦。干菜、芝麻叶也算干菜。就你懂得多。我问你，现在不能问你了，我。后面那个是金毛狮王，顶了一头拖把。我超级喜欢这种面条，弄成一个袋的，哇，黏糊糊的。看这几个人吃完饭都那些事儿，也不知道干点活，阳台上一堆花生。丢丢，走剥花生去。